大家好，今天来给大家介绍的斯坦威路易16 A188 这个型号呢，是斯坦威算是非常非常早期的研制的一个型号。A 这个型号早在1872年就开始推出了，那么直到这个1896年才设计定型，中间改款了好多次啊。那么1872年的时候，那时候出的长度都是185的，然后到了这个1886年的时候，然后把它这个长度变成了188，但是最终前脸还没设计定型，最终它的这个前脸长度都设计定型的年份是在1896年，所以说1896年之后生产的 A188 跟现在全新的在售的 A188 在设计上没有任何差别，算是斯坦威比较早期设计定型的一个型号。斯坦威最早设计定型的型号是 B211，1885年就完全设计定型了，然后其次呢，差不多就是 A 这个型号是1896年设计定型的。这台 A 造型非常的特殊啊，这种雕花的这种骨架，尤其这个琴腿踏板都是这种雕花的，这种风格呢叫路易十六，非常非常的漂亮。我们详细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琴的外观啊。这造型非常的漂亮，这个踏板。包括这个琴腿儿，还有这个谱架，非常的好看啊！大家看看这个琴腿儿，非常的漂亮，尤其从侧面来看啊，特别的好看。然后这台琴的外壳材质也很稀有啊，沙比利木。就跟那种小提琴那种虎皮枫木都差不多，非常的漂亮。然后后边的琴腿也特别的好看，这个颜值真的是没得说，非常的漂亮。斯坦威呢，这个路易系列有这个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啊，路易十五是弯腿的，路易十六是这种柱形腿的，非常的好看。这谱架也很漂亮。之前呢，我们给大家做过一台这个斯坦威。路易十六的 C227的这个视频，这个琴就是跟它长度上，不一样，那2米27，这个1米88，其他的造型都一样，年份都差不多。这是1899年，之前我记得那个琴就是，C27 那个路易十六哈，是1898年，比它再老早再早一年啊。它这个琴腿非常非常的漂亮。这种外观比较稀有啊，颜值是没得说的。然后我们注意看它的 logo，这个 logo 呢就是当年的啊，国际斯坦威那种路易十六特有的 logo。花体字斯坦威，然后这个纽约，1853年在纽约注册的，然后。当时在1870几年的时候，在伦敦注册了一个销售中心啊，伦敦是有计划建厂，但最终没有投产。然后汉堡是分厂，1880年建设的。然后斯坦威的这个 logo 在这儿，这个非常漂亮啊，这种花体 logo。那么这个，比如说斯坦威到2003年、2013年那种什么建厂150周年、建厂160周年的纪念版上，有的这种纪念版的琴就会采用这种复古 logo。好，我们继续来听这个琴，琴声音非常好啊。2000 years later，这谱架非常好看啊。我们先把这个谱架给大家撤下去。好，我们来听这个琴，声音非常棒。Thank you.
这个琴的音色非常的饱满。然后呢，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琴呢也是经过完美的重建的，本身这个琴底子就非常的好，啊，就是关键的结构件、耐用件都保存的非常完好。然后呢，把所有的耗材都换成了全新的，像机芯换的都是德国的 Able 的，啊，琴锤也都是，然后完全跟这个型号匹配的。那么这个琴弦、弦轴全部换新，泥粘件全部换新，啊，这种耗材全都换新。然后耐用件、外壳这种木材、音板、钢板都是保留的，包括琴腿都是这个琴1899年的。然后呢，这个钢板呢重新给它打磨喷漆，这样看起来就非常非常的新了。像这个琴，你不说二手的，基本也看不太出来。然后琴键也都是这个白键皮都贴了这个全新的德国原装的键皮，然后这个黑键保留着当年的乌木琴键，啊，是这样的。这个琴非常非常的棒啊。然后这个琴呢是德国汉堡生产的，啊，德国汉堡1899年。到现在120多年了，但这个声音依旧非常好啊，听起来一点不比新的差，甚至比新的更有味道。因为毕竟它过去的老琴，它用的音板的料、材料、木料更好。然后呢，这个型号也是1896年就完全设计定型了。那么就是说，像这个1899年的跟现在全新的2020几年的 A， 在结构上、设计上没有任何的差别啊。就所有你现在把一个新的 A188的件拆下来，放到这上，所有的对应的件全是通用的啊，这就是设计定型的好处。就不论说，这个1896几年的也好，或者是2000几年的也好，这个跟着或者是甚至更老的1896年的也好，那么这个件一直在产，然后它中间型号没有再升级，一直就是这个设计啊，所以这就是斯坦威的价值所在。早就100多年前这个型号就设计定型了，给后续的这个修复重建留足了空间啊，也不用担心说过时啊。然后这基于这一点，然后本来斯坦威的琴做工用料都非常的好啊，结构啊、设计啊都非常非常的完美，才能保证这个琴综合品牌价值啊方方面面的成为一个真正的钢琴市场上国际市场的硬通货。就哪怕它年代再老，只要它保存的好，或者是经过高品质修复的，再加上这种稀有的外观，它依然非常非常的有价值。如果这台琴是一个全新的琴的话，售价就是非常非常昂贵。这种特殊造型的琴，基本上它的售价是普通黑色的同型号的，比如说 A188 现在全新的普通款的人民币卖90多万啊。那么这个如果是这个全新琴这种特殊造型的，基本上就是黑色普通款的5倍价格。那么二手的这个价格就划算非常非常多了啊，要比这个全新的便宜非常非常多，甚至只是新琴的这样的一个零头，所以就是它的性价比啊。然后声音也是不用多说的，我们继续再来听一下，整体的声音过渡非常好，尤其 A188 它低音很漂亮啊，我们听一下。这个我们接下来就来看这个琴啊，把它拆下来来看这个详细的这个内部状况啊，我们来看一下。谱架拿下去之后，我们来看这个里面啊，型号 A， 编号93144，1899年生产的。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钢板，这个都是当年的1899年的，这琴上原琴上的，只是说把这个琴的这个铸铁板重新打磨喷漆，这样看着非常的新。
过去年代老的琴呢，这钢板比新的要漂亮的多。新的这个弦列上、结构上没有任何的差别，但是差别在哪儿呢？新琴上可没有这么多雕字儿，这个字儿就是这些铸铁板铸造的时候，在那个沙盘里边这个留的这些字母，啊，是铸在上面的，而不是说后镶上去的，非常的漂亮。这上面这个字儿啊，意思就是说，比如说这种这个 A 现代击弦机结构。这个早在这个1875年，这个 November 啊，这个是什么11月30号就已经研究出来了啊。然后呢，这个像什么铸铁板 A 这种铸铁板这种弦列交叉弦列，什么1875年，什么11月30号，反正就是它各项专利一些重大专利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啊。还有这个什么1872年，就是 A 开始什么研制，然后下面也是。就各种专利的设计年限年份，像斯坦威的三角琴呢，这种琴，这么1859年这种六尺琴就开始做出来了，然后1872年改进升级，到1896年设计定型，非常的漂亮，这个铸铁板非常非常的好看，像 A 典型的这种弦轴的交叉弦列啊，大家可以看全新的 A188。跟这个排列一模一样啊，一模一样。设计定型1896年之后的 A 设计定型之后，就是说这个铜弦到这是五对啊，五对铜弦的排列，然后是裸弦。那么之前比如说1895年的 A， 那这块就三弦的设计，三根铜弦的这个三根铜弦对应一个音，那个就不是完全设计成熟的啊。像这个1896年之后的 A 跟现在就是这样的啊，五对铜弦在这个位置，就完全设计定型的 A 就是这样的，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呢，这个它的这个铸铁板非常的漂亮，像这个位置，这个字儿非常多，包括边缘的地方都是这种铸上去的小圆点，非常的好看。特琴颜值非常的高，木料用的也非常非常的好，很极致啊，各方面都很极致。然后呢，最关键的是什么，它保养的好啊，保存的好，修复的也好，这是几大要素啊，非常非常难得。好，接下来呢，我把这个琴打开，我们来看这个详细的机芯的部分啊，我们来看一下。来看一下，它这个锁门档上也有这个琴的编号刻进去的。大家看一下，93144这个编号，这也是93144，代表了它这是斯坦威1853年建厂，到1899年生产的第93144台琴。像这个琴的侧木上，大家看一下，都是号啊，93144。它每个件上都刻着这个编号啊，就是也是防伪用的，也证明它的年份啊。更牛的是，连琴盖都是，给大家看一下，琴盖的 logo 啊，在这里，三维 sounds。然后呢，在它的这个里面啊，给大家看一下啊。在这个琴盖的这个里边，我们看一下，在这儿也有番号刻进去的，93144啊。
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键盘，包括整个中盘底托，大家看看在这儿，93144，这个中盘都是当年的。然后呢，像这个部分，这种泥粘件全部换的都是新的，大家看看，这泥粘件全部换新，这属于耗材，都换成新的。然后这个键盘，这个木头部分，包括下面木头，都是这个耐用件，都是这个琴本身1898年的啊，键盘都1898年的。然后这个黑键，真正的乌木黑键，都是1898年的。过去呢，这个琴呢，琴键是动物制品，翻新的时候把它都换了。全部换成德国原装的塑料件皮儿。然后呢，大家看看这个机械机的轴架，是斯坦威的一个灵魂，这都是1898年的，这都是耐用件。那么换的是什么呀？这些上面的耗材，看一下，在这儿，所有的机械机，大家看一下，联动器，这就相当于一台汽车的发动机，全都换成了新的，完全跟它匹配的。这样就相当于这台琴有了全新琴一样的使用性能。为什么有的琴29些年代老的，弹起来触感差，是因为它这个机芯要么磨损太大了，磨损的多，或者保养的不好或者年头太老了都不行。这个东西怕高强度使用，高强度一直持续使用，用的多，那它磨损就大，这些件就会损耗。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说这个放的时间长了也不行，因为这个东西是有寿命的，这个东西寿命没有什么钢琴的这些，比如说铸铁板，这是耐用件。铸铁板有多耐用呢？据斯坦威他自己说，像他们设计定型的这种琴，他们铸铁板的强度可以支撑这个琴，就这个铸铁板关键的结构件500-600年。那也就是说，这个琴只要它型号不升级改进，这些配件还源源不断的这些提供的这些耗材，这个琴可以循环翻新5-6次，每100年翻新一次。就能保证它永恒的这样的一个价值及使用性能，像什么弦轴钉、琴弦，这种泥粘件，这都是耗材，这都是有寿命的。像琴弦用个大几十年就差不多了，弦轴钉也是大几十年就差不多了，到年头这都要换的。然后呢，这个像木材，就是外壳、键盘，这都是绝对的耐用件啊，耗材都换成新的。这个就是专门德国，现在全新的德国汉堡厂的斯坦威用的琴槌，跟这都是一模一样的啊。所以这个琴就是具有了跟新琴一样的这个性能，相当于一台汽车换了全新的发动机啊。所以不光有收藏价值，还有极高的使用价值，然后声音一点也不比新的差，甚至比新的还要更古典。新的琴的声音韵味没有这么古典，OK，那关于这台琴呢，先暂时给大家介绍到这儿。